Hello， 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。前几天和小姐妹聊天，她给我安利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贴图玩法，我就顺手把教学拍出来分享给你们，特别适合夏日自拍用。这次要用到的软件是 PixArt， 是我用过搜索贴图最好用的软件了。导入照片后，在菜单栏找到贴纸选项，点进去搜索你想要的水果。我选了柠檬，一下子就跳出来无数种风格的柠檬贴纸，每个都超级可爱。有这种已经给你做好布局的贴图，试试看，可以调整透明度和大小，再试试别的，自己选单个贴纸玩玩看。如果觉得每次选新的贴纸有点麻烦的话，可以在贴纸选项的最近使用当中找到，随意搭配后保存，柠檬味的照片就做出来啦。不只是用柠檬的贴纸看着特别清新，换一个西瓜的贴图也特别有夏日感。这期教程就到这儿啦，想学更多修图技巧，继续关注。